中央收膠之後咧，其實我哋嗰個回收量都有顯著上升嘅。咁市民都好積極參與，係同埋好支持嘅。咁都希望市民可以繼續啦，做到乾淨回收，回收量其實持續都上升緊。呢個就係我哋生產線嗰個入料口咯，因為佢本身係液壓嘅，佢可以升高嘅。呢度咁樣就掉落去啦。係啊，掉落去。咁我哋另外有啲即係頭先嗰啲鹼水桶就會利用呢部單軸撕碎機去撕碎咯。呢個就係脱膠紙嘅部分啦，佢會喺後面有一條管道咧磨，跟住用個抽風機收集喺呢個鐵籠裏邊。嚟到呢個部分咧，就開始加水同埋破碎啊。回收機就資助咗我哋100萬組裝呢條生產線嘅，咁我哋就可以多啲資源去做啦。咁呢邊就係處理緊嗰個八寶膠，我直接破碎出嚟就變咗意粉咁樣，跟住就係切粒咯，曬料倒出嚟嗰個就係咁樣。一般的乾淨程度都是滿意的，打開來看，全部都飲品倒乾淨洗過的，很有心。現在最重要就是大家有信心，塑膠回收有出路的，是吧？所以在這裡看到現在我們各類的膠能夠經過過程之後都是有市有價的，是吧？有市有價的，主要是去到什麼地方？我們大部分的 PD 都是去東南亞多，發布膠就多數回到國內的。你們都是兩位是今年應屆畢業生，是吧？即係讀環保相關的，係啊係啊，平衡到份工同埋都係自己中意嘅，都係驚嘅，因為疫情方面都即係裁員啦，聽到唔少，咁真係好慶幸有呢個計劃，同埋進行呢個公司請咗我哋啦。政府而家都好多嘅環保嘅新政策啦，包括呢個中央嘅收膠服務啦，都希望繼續多啲嘅綠色就業機會嘅。即係佢哋係負責又幫手落區做推廣啊！落區有冇咩特別挑戰啊？啲人都會質疑話你隻箱翻咗嚟，係咪係咪翻咗嚟會點樣處理？係，大多數市民都會有呢個問題，咁我哋都會同佢解釋翻，我哋真係會翻嚟廠啦，真係會回收㗎，然後俾一啲做咗初突出嚟嘅相俾佢睇，去證明話我哋真係做緊新回收咁樣。係。市民的反應對我哋呢個先導計劃都很正面嘅，係咁越嚟越多屋苑登記我哋嘅先導計劃啦，咁同埋見到其實很多市民咧好有心，佢哋會將屋企嗰啲膠儲埋，跟住洗乾淨拎嚟我哋街站，其實見到咁樣的情況都好鼓舞嘅，即係都見到市民對我哋個計劃好有信心，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呢個先導計劃啦，可能外賣盒啊都可以放喺我哋回收桶嗰度，咁我哋就會做成有用嘅原材料咁樣。品少啲，慳多啲，識回收，耶！